等一下，是不是鬼子就在那边？他们随时都会发动进攻，是吗？是啊。我不去。周队长，请你立刻派人送我离开这里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。你要去哪儿？哪儿都行，只要不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就行。丽丽，周队长，你别忘了，宁苏儿的阴谋是我告诉你们的。我不要什么回报，只要你送我离开，你们游击队欠我人情。好吧，就让刘彤送我吧，他熟悉山里的路。不行，现在这里站到需要我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你就不能先送我离开这儿，然后再回来吗？我这样吧，安娜、金丝，你们俩送他走。我们，我不去，安娜也不要去，谁都不用送，我就要刘腾送我。刘腾，你必须送我离开。刘腾不会去的。游击队的事情你说的不算。冯丽丽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这种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让我们帮你。我这种人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什么样的人？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还真就不清楚了。高静思高大小姐，还请你给个说法吧。你就是个自私自利、无耻不要脸的女人。静思别说了，让她自己絮叨去吧。我非要说，有些事你别以为不提了，我们大家就都忘了。老王同志是怎么死的？你比谁都清楚。告诉你，不是游击队欠你人情，是你欠我们所有人的命。你胡说，谁能证明你说的话？安娜就可以证明。安娜，是真的吗？安娜，安娜，是真的吗？上来了，别说了，大宝，带他们先走。好，走，走。刘腾，他刚才说的话，你相信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刚才让你送我离开，就是不想让你死在这儿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跟他们走，走。坚持一会儿，我给小鬼子加个菜。
看来，这里就是他们藏药的地方了。王子发现他们了，郑船长，带上你的人立即追击。啊！追击？怎么？没听清我的命令？哎哎，不是，游击队都分散了，我追哪个目标啊？不管追上哪部分，就地消灭。放心，我和小野会在后面跟着你。嗨，弟兄们，跟我上！是。追上来了，还带着狗。啊！早上没看见山县的狗啊。现在怎么办？把弹药集中起来，能打多久打多久吧。大宝，带他们先走。好，走。四个射击位置，应该又是骚扰。山县太君，我看我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吧。小雨，前面是二道梁，那边有土路，你带人坐车赶过去。其他的人继续前进，不要理会那些冷枪。嗨。先跟大家会合，队长，要不离近点，打两枪试试。没用了，走。郑团长，嗨，我调你上山，不是让你提供意见，你把心思用在跟游击队作战上面。哎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出发。是让你去二道梁吧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鬼子有卡车运人，那边路都被封死了。啊？走不通了？那只能去落魂崖试试了。嗯，走，快，走走。快，跟上。黄仙君留下，守住这条路。嗨，你们几个去河边，那是游击队的必经之路，
其余的人跟我来。嘿！什么情况？河滩那边有群鬼子，不过人数不多。 敌人有准备，不妨很严密，不太好打。这里是我们的必经之路，现在鬼子占据了有利地形，硬冲是不可能了。硬冲就会被鬼子拖住，山县就是这么想的。一旦山县赶到，我们就会腹背受敌，到时候想跑都跑不了。我们得想办法从鬼子旁边绕过去，吸引鬼子注意力。这样鬼子一下来，我们就来个突然袭击，打个缺口，突围出去。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一会儿。 我想办法从鬼子这边绕过去，吸引鬼子注意力，突然向鬼子发起攻击。只要一打起来，马杆子手套炮，你们马上带人从那边绕过去。记住了，不许开枪。不行啊，队长，你还得指挥队伍呢。我去。还是我去吧。安娜，别动。我跟你去。神仙一直想要抓我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机会会更大一点。那我跟你一块去。不行。还是我去吧。 没有人比我更合适，我对山里比较熟悉，也许可以多拖延一些时间。就这么办，我和双喜配合你。嗯，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话，会更加容易一些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一旦被鬼子发现，你们就被包围了。还是我一个人去吧，在这黑山里，小鬼子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那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等我们过去以后，你马上撤，营地汇合，知道了。 等一下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。我有办法，你先别去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丽丽，丽丽，回来！ 鲜花，什么声音？哎，那有个女的。哎，是，哎，走，回去看看。走。
游击队冲出包围圈，有没有带着药品？我们赶到的时候，战斗已经结束，没有发现游击队的人。你带上全部的人，沿路搜索，把他们全部消灭。嗨，甄船长，嗨，带上你的人配合小野。嗨，弟兄们，跟我上。 更红一些。
周队长，锦瑟，坐吧。有事儿啊？之前呢，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，我有批军火要送给你们。哦，军火？嗯，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这批军火是我爹生前留下的，之前我一直都不清楚，这次到了老林庄我才知道，所以。 我才马不停蹄地回来告诉你这个消息的，锦瑟，太好了！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游击队现在就缺枪炮子弹，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啊！啊，其实应该感谢的是我，你们游击队救了我和安娜那么多次，为了我们，还牺牲了不少同志。这件事情是我应该做的。那现在能去吗？能啊。 就在这里了，太好了，进去搬东西。哎，好。怎么样，队长？不错，是啊，是好枪，好好清点一下。是，队长，这把终于能进来。哎，这把枪归我了，嗨，归你了。 安娜，坐。啊，喝水。队长，啊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？有了金丝给的这些弹药，我们就可以跟小鬼子继续干下去了。我是在问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可以彻底保住那批药，完成苏雅的遗愿？我们的力量太弱了，有完成任务的决心，却没有胜利的把握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安娜。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擒贼先擒王？你是说单县？对，杀了单县。
所有的任务和行动都是他指挥的，这才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。为了山下，还会有别人呢。我们需要争取时间，就算他们再指派别人来，只要我们杀了山下，就能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喘息。到那个时候，张大哥就会回来，你们上级也会派人来支援。我再好好想想。队长，让我完成这个任务吧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这个任务不适合你。队长，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。不行。队长，你让我试试吧。大炮，哎，把他枪收了。啊？队长，执行命令。哦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你要去杀山县？安娜，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？双喜，这次事情，我想要自己去。不可能，我不会让你自己去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你不用跟我去冒险的。冒险，对于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来说，说这些根本就没有意义。安娜，你说过要帮我找回记忆的，在这之前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们两个都疯了吧？杀山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安娜，你跟我回老林庄吧，到那里我们去过安生的日子不好吗？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，要是这个仇不报的话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的。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，现在山上到处都是日本鬼子，你们两个能做什么呢？安娜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折腾了。周队长说的对，我们只要能做好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好了。那批药能不能保得住不是你的责任，你只是一个被苏雅无意中卷入的普通人罢了。静思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还是一个普通人吗？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去做的。义父死了，苏雅死了，冯丽丽死了，猎户村里那么多乡亲都死了，我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我活着会比死了更难受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俩去送死。静思，你要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就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安娜，回去向山县队长报告，问他能不能把王子借我们用一下。光靠我们这些人找，太浪费时间了。去吧。少爷，小野副队长派人报告说，希望王子能够上山协助搜索。不行，王子昨天被割伤了。告诉他，明天我会亲自上山。嗨。政委的指示非常明确，这几天我们必须得自己坚持过去。现在到处都缺人，
你想，连政委的警卫员都派出去了，游击队是很困难，可是根据地比我们还困难。啊，行，自己想办法吧。给，谢谢。那看来只能这样了。我怎么没看见安娜呢？她和双喜去沙山县了，她说如果不让她去，她会比死了还痛苦。 双喜是谁？双喜是安娜的一个朋友，还救过她的命。安娜提议要除掉山县，我觉得这个计划还可行，但是我没答应她参加，她自己去了。这也太危险了，必须把她找回来。哎，这个安娜老是不让人省心，总是脱离队伍还擅自行动。你说咱们现在打鬼子这么困难，还得给她操心。你别瞎说，什么时候给你拖后腿了？那好多鬼子都是他们打死的。 我就是说他行了，我明白了。这样，明天一早我去找安娜。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？我也想出点力，帮帮忙的。静思，我不是去看戏，这出去随时可能遇到鬼子，很危险的。我不怕危险。安娜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 我必须要亲自找到他，张大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带上我吧。如果遇到鬼子，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，求求你了。好，走，慢点，快走。走。我们向外搜索了大概1公里的距离，从时间上来看，他们不可能跑得再远了。怎么会没有任何线索呢？也许他们只是空着手在跑，没带任何药品。 林夕说，他们只是为了打乱我们的计划，根本就没有在运药。也许，但我不能确定。不行，太远了，我的枪射程没那么远，我们再靠近一些。太危险了，这里太空旷了，我们就算摸过去，开完枪。 也跑不掉，那怎么办？鬼子的三八大盖虽然威力比较小，但是射程能比我的汉阳造稍微远一点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去弄一只鬼子的三八大盖？那边是他们的外围警戒线，我们只要远离鬼子的营地，就不会有危险了。 今天能搜完这条路吗？能。好，从明天开始，如果还是什么都找不到，我们就再回到原来的地方，看看他们的反应，就能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了。 静思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干嘛这么说呀？你不用安慰我。我知道，我是一个没用的人，我既不能像安娜那样照顾伤员，也没有本事参加战斗。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忙活，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待在营地里。 像个废物一样，没有任何价值。我觉得我连冯丽丽都不如。那么自私的一个人，最后能为了大家牺牲了自己。这抗日不仅仅是战斗啊，
就好像我，说起战斗游击队的小伙子，个个都比我强。可是，你是长官，啊，是领导。我也不是天生就是领导，我也是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成长起来的。张大哥，你真好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游击队里除了安娜，就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的。怎么会呢？大家不都挺关心你的吗？怎么样，缓过来了吗？咱接着赶路。别动！安娜，住手！是自己人。安娜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张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前脚刚走，后脚我就回去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张大哥刚到营地，得知你私自跑出来，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过来找你了。找我干什么？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唱支山歌给灯听，我把灯来比母亲，母亲只剩了我的身，当地光辉照我心，唱支山照我闹革命，躲过鞭子，躲过鞭子，走的人，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母亲只剩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。还能坚持多长时间？恐怕不到一天了。把手砍了，砍了吧。别跑！